熊哥，效果还行吗？ 话说，盘古开天辟地以后，这中原大地上曾经妖魔横行，三足金乌，九尾狐，蛇妖曾经兴风作浪，民不聊生。不过，哎呦，啊！素贞苏妲己，我这还直播呢。 喂，差不多该结束了吧？这不刚开始吗？凡人能欣赏本尊一分钟都是奢侈，走吧。不够吗？园长，要不换一只老母鸡凑合吧？反正跟道君差不多。说什么？道君，我收一收。园长，需要我稍微什么一下吗？别，不需要。熊哥，别拍了。别呀，园长，这就跟你拿鸡比喻。你居然拿本尊跟鸡相比！ 看起来差不多呀。狐狸吃我三昧真火！哎，小心，别碰摄像机！哼。